哎呀，不是，他就是很奇怪呀，这明显就有事瞒着我嘛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难道说他要求婚了？啊？哎，你那个太不靠谱了，我就算信你会劈腿，我也不信钱三姨他会出轨。你那个才不靠谱呢，好不好？我们才刚到合法年纪，他至于这么急着往婚姻里蹦跶吗？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像他们这种人间极品少年老成，估计早就参透人生的真谛了，然后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了，直奔主题才能不走弯路嘛。我觉得不像。你这性格什么时候瞻前顾后了呀？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在你心里是个心结，那你就大方去问他吧。那他就是不想说，我问了也白问呀。除非得我抓个现行。哎呀，我必须得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。